我们的任务是利用氢气制造钢铁。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，无所不在，威力无穷的铁。我们力争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质为零的情况下制造钢铁。我们决心挑战碳中和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质为零，排出的仅仅是干净的水。以2050年为目标，争取实现。即使困难重重，我们也决心向前无古人的技术不断挑战，利用钢铁和氢气改变世界的空气和未来。日本制铁。